给您换一场，接了一场，接了一场。是，刚才是郑豪老师，郑老师跟齐鹤涛，嗯，两个人说了一段，对，表演的非常好。嗯啊，一个倒口类的节目啊，聊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，是说的非常不错哦。下去休息休息，挺累的。这回呢，把我哥俩换来给您说一点啊。我今天呢有点对不住大家。怎么的？我这个嗓子有点不大事。你大哥没事吗？大哥，嗓子有点不在家啊。旅游去旅游去那儿了啊，有点大，对不起大家。要不你说一个。你啊，咱们尽量的我慢点说啊，我听得懂啊，还有外国人。慢点说呢，咱们尽量的还是饱满一点啊，状态饱满啊。大家伙干得乐乐的干我这场任务去。一会儿等那个便宜部分的下一个上来这就是人与兽的表演。一会儿那头猪上来，猪先上。您各位瞧见过耍狗熊耍狗的没有耍猪的？一会儿就是这个节目啊。其实来说呢，无论演员呢这是名气大也好啊，还是像这种小演员小艺人来说，站在舞台上呢都有一种客情，客情。对了啊，站在舞台上没说话之前啊，先给您鞠个躬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发现了啊，一直是这样，这是礼节礼貌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您各位花钱捧我们来的，无以为报，是鞠个躬，谢谢你哥，应该这样。您看你鞠躬来说呀，这里边有讲究，有什么讲究？要求什么的啊？不够四十度啊，也得够七十度。还有度数。哎，对了，是这样。而且我觉得鞠躬来说、啊、要做到优雅啊，照顾的全面。全面什么意思？就是斜视大家都看一遍。您都什么斜视大家都看脖子不好。不对，鞠躬嘛，低头一鞠躬客客气气的挺好。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不优美。那依着你的斜视就优美，特别的优美。这样好，您学一个我们看一个。我给你学。您来不是，你和天天咱俩演出，我后边你就跟大傻子似的。怎么了？干嘛？你不得正常一点吗？高兴啊，小兄弟们！高兴，您就奔放。好模样。跟面瘫似的。都照不到了吗？都照不到，这边滑到这边。不是，也可以从这边开始啊，这边滑。其实就是不是，哎，我觉得就是模仿，你看人西方嘛，西方那个礼节都是啊，哎，显得特别深。西方是哎，特别的 man， 你没觉得吗？人家西方是这样听一个，你这一这样，这个不怎么样。因为咱们这剧场都是善行啊，是这样的，都得照顾人，都花钱了嘛，就是都花钱。哎，都瞧一遍，你这是演员啊，跟观众啊，眼神的沟通。因为你就没有眼神，你这个小脸没有眼神，知道吗？你跟人沟通什么呀，臭不要脸是吧？不是，眼睛是心灵的窗。你这窗户太小了。就你这眼睛怎么死都瞑目。你眼大，我比你大呀。你眼大，你眼大。我们这没窗户，那你给我们来落地窗户看。叫落。哎，你也把眼皮大了就行。皮大的整的，你把这事说清楚。你嗓子还是不疼啊？该把你嫂子弄死了。神经病！你说你有病，我不想挣，你有病我不想招你，知道吗？你这个道理不对，谁告诉你演出去得搭着？谁呀？你
看谭咏麟啊，就有点偏激。谁偏激？我刚才是他这样，是这样吗？我们特别绅士，特别优雅。不用，你这样多此一举。你想想，小剧场演出，尤其这样善性的观众，近距离表演，看着大伙就可以了。不是，你那意思就是低头，低头不行啊？我不是低头，我不是，已经咱们高兴的事儿，我已经否。刚才我说低头，你说不对，我也理解你这话，但你这么着我接受不了。要不这么着我也接受不了。你看着大伙这多热情，直接热情一点不就好？不是，我觉得要不你这样不好看。不，跟好看没关系，只要大伙领这份情了就可以了。就是那意思，你觉得就是斜着瞧，有点尊敬大家。不是特别好，好像你的身体有残疾。还是就是直视各位，哎，看着大伙儿，这挺好。正着面对着眼看人家，你想你眼睛本来就小，你再看着大伙儿，就显得大，水汪汪的大眼。来一个，辫子酥油条，还小包子。那咱来问，你来试试。错了，没有问题，错不了，听我的，没有问题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是小四得永生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呵呵。这不是军师吗？那这是杂技那顶碗的，这是。不，你这不是顶碗，你这是王鹤成。还真是啊。这都是有研究的啊！就您研究完之后就是一甩，我们不甩就是稍微眼神到了就够了。啊、反正不管怎么红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别说非让您这样，非让您这样，我给你跑到刷脸来了。就说都看到了哦，特别优美，这个动作好看，看个人了。其实站在舞台上，我们两个人来说呢，啊，这个我们都是。台上你看较真儿的吗？啊，较劲。到台下绝不生气。哎，那不应该。这也是我们相声后台的一种规矩啊。那当然。台上无大小啊，台下没规矩。对，就是说，以后还臭不要脸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了，哎，台上说的怎么说的都行。是是是。到了台下绝不能说。哎，不能。互相的尊重，可不许开玩笑。是是是。比如说了，台上说完之后啊，说到他媳妇儿。说的他媳妇是我嫂子啊，就比如说刚才那块儿啊，我嫂子不好啊啊，我大哥不乐意。其实您说的心里能高兴吗？我不高兴。对，你看我说啊，我高兴吗？你呢？特别高兴。就来了，别人就疯了。你说了一大套，就为这句子。就说人家高峰亮节那劲儿，我不高，不跟咱一般见。我偷着呢。哎，其实你说台上生气，到了台下啊。啊，过去了这事儿，吵架啊！因为这件事儿吵架啊，绝我们后台不允许吵架的，不值当。你说说相声要是吵起来啊，拿什么片儿脏话啊，什么难听的都往外说，嘴不饶人呢。杜绝吵架的现象。对呀、啊，有这种情况，啊、尽量弄死。哎找一个吗？啊，闹死了！就左腿欠，俩人这甩东西，甩东西把他杀了。石老师呢？石老师出去了，然后冲去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少说台上因为点事儿到了台下去打架。我这少，对对对，可见。可不。你看我们到台上来说呢，嗯，不是说我们互相的特别散漫。啊，不是不是，看台上看着是令人放松，嗯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嗯，特别的紧张，高度集中。对了，对，而且来说，我们这都是有规矩的，有什么规矩？有词儿。我们这个相声来说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每天呀，你先少来给你，你多得有词儿，你多得有词儿，你每句是按词儿说的，你告诉我。就你说的不是按词儿，你不会话，你那也不是按词儿说的啊？对。啊，对，电脑主要没有啊，就说基本上啊，我们这个演出来说啊，都是有规定规格，有什么该说的啊，什么不该说的，嗯，后台就规
哎，那倒是啊，包括我们台上那些东西嘞，都不能瞎动。有那演员台上上来跟搬家似的，哗啦都用了，其实没用处。啊，不应该这样。台上拿这个醒目，啊，这个你看台上多难拍，啊，都搁这儿啊，就放在中间。有的演员临开始之前啊，拍了一下。哦，为什么？嗯，警示。警示谁？哎，警示各位观众，要开始了，大家注意了。哦，这么个意思。哎，对啊，集中精力。过去来说，为什么用这个呢？啊，为什么？拿着要钱，这能要钱？过去来说不卖票啊，一拍这个呢，观众就知道该给钱了。哦，大家就走了。那挣不着钱了。哎，要怎么说句老话说得好呢？啊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啊，这是老人家听完了不走，对对对，都是君子。嗯，现在买票啊，说相声就稳着，这也太不行，没有怎么个现象啊，还不能退票的呀。当然现在基本上除了这个警示的作用呢，啊，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人用，啊，台上就不怎么啊，除了说书的时候啊，有个书扣啊，哎，平时我们敲就是敲碎了，嗯，也没人会给钱，那废话。比如说这个手绢来说啊，手绢，你看有的演员拿来，啊，四抹汗流，啊，擦汗，哟，没有一得，多味儿，取，知道吗？我们拿起来就得有用啊。是，比如说演个女人，包个头啊，啊，头围，哎，比如说拿起来呀，嗯，这就是纸，啊，这是纸，哎，拿起扇子当笔，嘿，哎，比如说，这就是飞盘，飞盘。你像包饼似的，我说这酸菜可以啊，对，干不完的。我说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煎饼，煎饼不白。哎，就是看你怎么想象啊，哦，随便来。而且这扇子啊，也不能随便用。扇子，尤其到了夏天，有的演员拿起来，拿这纸这扇风，嚯，不许，那都没有艺德。是是，真是你给我撂下，给我撂下。说他们啊，这都有用，是抄起来什么东西必须有用哦。拿起来，比如说啊，这就是刀啊，这就是我，哎，这往一戳，这就是枪，嘿，往后一背，啊，这就是剑，够剑的，缺的，哎，拿起来，这就是笔啊，刚刚才一套，哎，对了，这就是手机，一细长，哎 ，iPhone 十六，哎。雨伞，哎，背眼镜，往后一背，啊，伸出来宝剑，啊，宝剑，不伸出来怎么着？真能想象，哎，可是咱们生活当中啊，这算一生活用品，哎，这话没错，那两为主，谁能动？但是过去来说呢，嗯，咱们这个人啊，分什么角色？哦，哎，比如说有文人呀，啊，有作者呀，啊，有歌唱，每个人各行各业怎么用这扇子？用什么样的扇子，这都有讲究。那会儿那么讲究吗？哎，你给介绍有这么几句话呀，把那扇子怎么用，谁用，用什么样的扇子都有概括。您给说一说。有这么一套词儿叫“文胸五度僧道领，书口一袖眉山尖”，一句都不懂。不懂你乐什么呀？就是不懂。啊，你再解释啊，就是。拿过这个扇子，咱们先说说文胸啊，哦，文胸就是文，继续，这怎么没事？是你乐什么？乐开挂，就是为人扇胸口啊，是吗？啊啊啊！没事，没人说，没什么兴趣。就听这个呗，哎呦，没别的，慌着啊！为人伸胸口啊，特别文气啊。这扇子也不可能打这么大啊，打开了也就这么大。哟，那不大哎，这往这一站就是坐扇。哦不，俩个人见个面都这个啊，是这么大。思维好，思维隐晦一些，哎呀，压抑一些，压抑一些，到底怎么说？就把情感压抑了，不要表露出来。
含蓄点。学长。学长。哎，这大学长那会儿，你们私塾里头。学长啊。学弟。最近读过什么文章？做过什么学问吗？再见。刚刚就读的是。刚刚读到四书五经，人家才刚起步啊，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，我可以指教一下。啊，问一问。太好了啊！有一字不明，想在我这面前请教，我还不好意思。你当知当讲否？不就问个字儿吗？可劲说，哎。这个字儿啊，是这么写啊？怎么写？上边一个宝盖，宝盖这边是个提手，那边是个耳刀，底下是个四点底，这边是个走针，这个字儿我不认识，不认字儿啊？巧了，我也不认识。文胸哦，一直在这儿，是不是扇胸口？哦，文人扇胸口，这就是文胸。再一个就是五度，五度怎么讲？练武的人扇肚子就是小，往这儿扇，拿的也不是这个扇子，那是桑皮纸大扇，大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为什么扇肚子呀？啊，练武人块儿大，啊，这都起来了。哎，练起来炸着膀子呀，细腰炸背啊，扇子面身材啊，嚯，哎，往这一站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哎呦，哎，打起气氛都是忒儿咔，嘴里埋面啤酒，这先咽下来再点。哎呦，打这儿钻，哎呀，打这儿钻，都打后边钻的。哦。想着没事儿，容易吧，容易，有底气啊！来，你等会儿，哎，你俩疯狗，什么啊？俩疯狗，我多的这样了，你看你再来一个，啊！什么叫兄弟呢？你再来一遍，来，你等会儿，兄弟，这不挨着不？你说清楚了，今天就说话要那不生气那劲儿，干净利索脆，这脆不拖沓，会吧？你就给吧啊，哎，哎，这样一挨，俩人打起来了。师弟，嚯，今儿练了两活，练了，练得怎么样啊？没什么哦，踩死两马，嚯，什么马啊？蛤蟆。疯了，踩死俩蛤蟆有什么动静？轻功，你踩谁呢？老踩四十蛤蟆还能上天呢，不就踩俩蛤蟆？你以为在你
切呢，这才是牛啊。哎呀，踩蛤蟆多简单，怎么踩？你废话，你吧唧吧唧踩死俩，吧唧吧唧，一天就踩死俩，吧唧吧唧踩死俩。对啊，那叫功夫吗？咋不叫功夫啊？来一摊子也能踩死俩，吧唧吧唧踩死俩。哎，这是轻功，这个在这儿。吧唧踩死了，啊！旁边那蛤蟆一瞧，同伴死了，不跑啊！等着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咦，傻蛤蟆呗！你就是那傻蛤蟆，是不是功夫？那是同时踩死，那是对不对？嗯，五度啊，往这儿山僧道岭啊，这个怎么讲啊？和尚跟老道、啊、山岭口，那也没用啊，凉快、啊。山这儿那也不进房里，他们这衣服啊，这儿没口哦，这儿没口，俩没有，这儿也没口，仨没有，系带系带哎，撵着穿，跟这儿有个带记住啊。我就这儿系一片、哎、这儿再系啊，再放在这儿再系一片大的穿啊，鞋里但是呢一蹬呢嗯也特别凉爽哦，夏天呢尤其热怎么办啊，拿起这扇子把这领子往前一撩啊，撩开扇子你撩你的我不对啊，你这么撩对这么扇是没错啊，试试你都不对，那不走光了吗？听清楚吗？听清楚。我说的是和尚跟老道，不是尼姑。不是你这想的是男的，我知道是男的，我知道男的。那你这样你也走光吧，哪儿有什么可看的？不是我的意思，过去不是封建，你好这口啊。有护心毛呢我说我就说你是这不合时宜，谁也没说当着好多女性人家找一背镜的地儿，就门头找一墙角没有弹房干嘛呀，你这屋里天不热吗？上外边扇多凉快，你非得让人看见我就这么一说呢，这下你还那还是和尚吗？怎么往来讲讲人家躲着事儿还来不及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像银色师弟啊，最近忙什么啊？是刚刚做了一趟佛事，哦，死人啊？怎么样啊？是别提了啊，刚进去还没等念，就让本家给打出来，怎么呢？为什么呀？啊，凭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本家还没死呢。哎、这烧我们说相声去了，也该死了，那是应该弄死了。甭管怎么着，是不是山里？啊、哦，一直往这儿。僧道岭不怕走光，书口，书口说书的人扇嘴，扇嘴。对了，啪啪啪。拿扇子，那不更疼吗？说冷扇脸，知道吗？你让我歇会儿行吗？就是啊，一个人说呀，口腔燥热，降温怎么办呢？啊，拿个扇。下回做这动作别把屁股冲红，把你喝再窜出去。再一袖，一袖衙役们扇袖子。这我更不理解。哎，对了，过去来说，您从老爷堂审案，他能那个大扇子跟着扇风吗？大老爷。对呀，底下不像话呀，没规矩了，怎么办？也热，想办法啊。这拄着沙威棒呢，啊，棍子，哎，在这个袖口里边藏了一把扇子，有这么长，有这一半大小。哦，小扇。哎，吞出来，棍子藏在这儿，啊、拿这个扇这袖子。这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这儿过去来说，这记着呢。啊，扎腰带。哎，扎腰带。这上身儿，这山有穿堂风，不是够聪明的。哎，跟这儿，哎，这儿扇这一圈儿，这边山这袖子咕咕冒烟，这里是论语。
肩，这个怎么讲？媒婆扇肩膀，肩不明白。现在媒婆都不像过去来说了啊，说媒呀、保媒拉纤啊，现在都是电视啊，电视《非诚勿扰》啊，是有来大秃子媒婆，哎，大秃子媒婆上了一帮女的，音乐放得好，音乐叽叽叽叽嘚嘚嘚起来。一般来说，过去媒婆都是拿这个扇子，不是折扇，那是环扇哦，丝绸。哎，一个檀木的把，一圈上面蒙着丝绸。没事，女的在家干嘛呀？拿着针线，往这上面绣啊，绣花。哎，没事，显示一下自个儿的女工。过去都讲究什么皮皮虾呀，带鱼呀，海螃蟹，蛏子呀。鸳鸯龙凤啊，上面写着精深海鲜。还是不怎么样，还是呗。原来是人桥市场，人家这也是爱情的，反正甭管姓什么，都是神仙。啊，我这是拿一手绢，手绢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嚯，哟，哎呦，哎呦，张老爷嘛，最近这是忙什么去了？是老眼瞧不见。哎呦，怪吓的。哎呦。我媳妇说让我走正道，俩人还是有事儿。我说这您直说啊，没什么别的事儿。哦，就是问您，家里边上来今年也17了吧，又不小了，该找一个。哎，西装，哦，曹员外，曹员外啊，哪个曹啊？曹子阳，还员外，曹员外啊。家里边有的是钱啊，站着房躺地，有一千金，长得漂亮，我会比花花姐与比玉女生香，哎，长得是又狗狗又牛牛，那是什么模样？唯独有个小缺点，什么缺点？没有嘴。哎呀，我闺女才没嘴呢，外号叫鲍鱼。对，甭管你说，哎，是不是伸肩膀啊？一直往这儿伸，都准啊，还真是。哎，你生活当中您注意来说啊，都有什么规矩啊？这一套都能找明白哦。而且您看，咱们平常来说啊，嗯，不知道您注不注意观察，怎么了？咱们那个年轻人啊，啊，尤其是个女孩跟男孩来说，哦，走起路来都不一样。走路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男孩走起路来啊，蹦蹦跳跳。奔姿撒方，女孩走起路来呢，显得特别稳重，稳的。哎，鸡蛋儿咯噔儿的，你倒是鸡蛋儿咯噔儿。十八，穿那高跟鞋，鸡蛋儿咯噔儿。高跟鞋是鸡蛋儿咯噔儿。啊，不是这点儿，那就是特儿大，大的领大，领大。上外边儿的，就是他那拧胯，走起拧胯，显示那个女性的曲线美。啊，学一个。哎，对了，而且你看啊，这个后边有人叫他。这个一看就男女就分出来啊，这就不一样。哎，对，啊，是男孩来说呀，啊，后边有人叫他呢，回头特别快，快。哎，对了，显示这个男孩干净利索，这个阳刚那劲儿。哦，那是女孩不一样啊，回头特别慢，啊，显得特别的贤惠，特别的柔美。您给我们来模仿模仿怎么样？比如说我在头里走，你是男的，我是男孩，这回是，哎，这回，这回是男的。烧饼，哎。大哥，哎，是马姐，哎，我遛弯去，哎呦，没死啊！吓得我回头是利索，哎，对，显不显着我这个干劲十足？还真是，小伙子有阳刚，女正能量十足，女孩什么？女孩啊，女孩特别柔美，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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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少姐，哟，少姐，谁呀？少姐。曹姑姑呀，姑姑，你说姑姑，姑姑是没有离开，你少一个，就慢慢悠悠的。哎，您看是不是有这道理？还真是。为什么说都这样啊？从过去来说，这个装饰品能看出来。什么装饰？戴着耳坠，是不是女的起装饰？再一个，哦，这是县的责任。
哟，你看过去有那女的走起路来的耳坠儿啊，不能摆的特别厉害，啊，走快了自然就摆。哎，对，不行，没有家教，是，都是慢悠悠的啊，唱可以，不能摆。嚯呀，夸夸支俩腮帮子，那那是也有治的，把这耳坠下边改流星锤。出来给我挺漂亮，你看两边滋滋冒烟。哎呀，甭甩，啥都这么快。不是你也说，你刚才说这个啊，你刚才不说了，这也是过去，搁现在你这套理论就不成立了。怎么不成立？一样。你想一想，你看现在网上那么多新闻，就这几年的变化，对对对，短十年之内，你想想这变化，女孩个个英姿飒爽的，特别干练，男孩偏中性化，没准你这就不成立了，知道吗？你告诉我哪个男孩偏？咱们单位有很接近中，说说谁呀、啊？哦，你管那么多，还是不是我？我觉得呀，男孩慢一点无所谓，女孩快一点那多好，显得女孩这个女强人。哎，对，白领女性现在不都挺快的吗？中性化，她得办事儿，你看她提着包，头倍儿快，赶紧把这工作干完，都这样儿。行吗？可以，咱们来个试。行行行，比如说我是个女孩，这回是女的了，特别快。好、哦，可以可以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你是烧姐还是饼妹？叫什么叫啊？饼妹，饼妹，哎！不是恶心吗？你哪啊？太吓人了！你好看吗？不不不，说容貌，先说是不是吓一跳？说容貌，这个女孩大家都。都是一直认为都是特别慢啊，特别优雅。哎，男孩慢悠悠这就无所谓了，吓不着你。哎，对对，这无所谓，慢一点啊。招领，哎哎，是我，谁呀？你谁呀？我不是我找你来，谁呀？我哎，要是你是谁，我哥走了。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有请。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。是，刚才二位说了一段，说的特别好，后台的中流砥柱、顶妹还有这个曹姑姑。让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是，这场呢，又该我们两个人演出了。欢迎啊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。